台湾上水的风景是人，高雄上水的所在伫咧区里，欢迎收看《上水的你》，我是少君。今日伫咧节目当中邀请到是咱高雄市消防局高雄市消防局新庄分队的分队长谢品平来到节目当中哦，欢迎分队长。少君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雄市消防局新庄分队分队长谢品平。哇，大家呢现在看到应该为之惊艳，眼睛都亮起来了，对不对？因为我们大部分啊对这个消防员的印象呢都是男生，今天呢居然呢是位女性，而且呢还长得这么漂亮，待会呢一定要跟她好好聊聊哦。我们呢先一起来认识鼎中里的小档案。我们三民区鼎中里很特别哦，有一间防灾教室，而且呢是高雄跟屏东地区唯一的一间，里面呢有很多特别的体验，我们先一起跟着 VCR 去看一看我们这间高屏唯一的防灾教室。大家好，我是少君，今天来到高雄市消防局第二分队的防灾教室，有没有看到少君背后呢？小朋友已经穿着好这个小小消防员的衣服，超级可爱的。不过他们怎么可以来到这边穿上这么帅气的消防体验服呢？今天呢就邀请到小队长来帮我们讲解一下。小队长，是所有小朋友啊，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可以来这边吗？是的，我们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呢开放这个防灾教室，让一般市民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来这边做体验。那目前呢是以团体预约的方式啊，主要的这个来这边体验的民众呢多半是以学龄前的儿童为主，那我们也接受各年龄层的这个社会人士或者是民众，比如说从老到少都可以来这边做消防体验。像小朋友来这边体验的话呢，我们主要是让他建立一个对防灾知识，提升他们的兴趣为主。那因为小朋友他对防灾的能力呢，当然是有局限，不过他们还是会遇到灾害。那我们会希望借由小朋友提升对防灾意识的这个认识的兴趣提升，那进而带动整个家庭，包括说爸爸妈妈哦，甚至这个阿公阿嬷，可以一起来这个参与防灾的这个知识的学习。我看到小朋友啊进来以后都超级兴奋的，不管是到地震体验屋啦，还有这个烟雾室，真的发生火灾的时候我们都是最害怕的，还有最兴奋的就是穿上那个你们消防员的衣服。我是不是可以跟着他们去看一下？好，走。我刚刚看了影片啊，大家一定都哇很惊讶，我们高屏呢居然有这么一间防灾教室，就隐身在这个三民区的鼎中里，而且设立好像也蛮长一段时间了，是不是分队长？我们基本上我们的防灾教室其实是在2003年建立的，那距今也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那我们防灾教室呢其实是高屏地区唯一一个经过官方认证的一个防灾宣导教室。那因为主要我们高雄市消防局第二大队的大队部，它就是一个联合办公大楼。那除了它的腹地比较广大以外呢，因为它里面有大队部，那楼下有分队，所以基本上它的师资跟资源是比较充足的。是，那这间防灾教室啊，里头有哪些内容哦？是这个一些预约的民众啊，或者是小朋友可以去体验的？那基本上我们的防灾教室有七大个主题哦。那第一个主题也就是最新的主题，它就是 VR 实境的一个火场体验。那还有另外就是 CPR 的教学，那119的报案练习，以及消防衣帽鞋的体验，还有涉水灭火体验，以及最受欢迎的地震屋以及浓烟体验教室等等。是，这样一间防灾教室里面居然可以容纳七种的这个体验，那哪几项是最受欢迎，而且呢是一定我们民众必须要知道的一些防灾的知识呢？
基本上呢，其实小朋友对于各种体验的设施，他们都会感觉到非常的新奇，也都是非常认真的参加体验。那或许前两名应该是浓烟体验教室以及地震屋，因为小朋友能够实际感受到那个地震屋的震动，就像真的地震一样。那这对他们造成很大的一个惊喜，这样子。是，尤其他们在有点像在玩的心态，但是呢，我觉得体验过后，当要是真的发生的时候呢，他们至少有一个警觉性，知道该怎么样，该躲在哪边。那天去到防灾教室才知道，原来我们高雄有这么一间哦，可以让你知道当这个灾害发生的时候呢，要怎么去预防。所以这边一定要请我们分队长再好好跟我们观众朋友说明一下，因为台湾属于地震带嘛，是当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第一个步骤啦，甚至你处在室内跟户外，是不是都是不一样的？是。基本上面对地震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必须要找到一个坚固的掩蔽体，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先保护自己，而不是第一时间就进行逃生的一个动作。那接下来呢，如果有余力的话，也希望呢是把大门打开，那另外呢就是关闭一些瓦斯啊、炉火等等器具等等。哇，所以第一时间呢，不要急着就要跑出去，也要看你待的地方，比如说现在住在大楼里头，或是透天，是不是也不一样？是的，基本上呢，我们在大楼的时候，或者是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居住环境，我们都会希望是一个三角带，也就是说在墙壁的角落这样一个坚固的地方。因为之前呢，其实我的救灾经验告诉我，之前搜救的任务我有都去参加，之前台南地震的时候围观，那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其实经过时间还生存的那些罹难的那些没有罹难的那些民众呢，他们其实都是在一个有坚固的掩蔽体下面的。所谓这个坚固的掩蔽体，其实具体一点可不可以说明，比如说它刚好呢是在厕所，或者是在房间客厅的角落，或者是柱子的旁边？基本上呢，还是要看建筑的结构而定，那就是它必须要是建筑物的承重墙，或者是说外墙，那它如果靠在角落部分呢，基本上那个地方才会是最稳定的。所以我们出去宣导的时候，我们会跟民众讲说，如果这个方面你的判断觉得很困难的话，那或许有一些比如说像坚固的桌子等等，家里的一些坚固的掩蔽体，像是书架类的旁边它是坚固的材质的话，或许我们也可以尽量靠近它。是因为刚好书架也是靠在墙边嘛，是也不会把它放在一个四周都没有墙壁啦或是角的地方。所以刚刚提到的几个步骤，因为当灾难发生的时候，大家一定是很惊慌很惊恐的，是有时候乱跑啦乱躲啦，或者是被东西砸到，反而受伤的是自己，甚至就这样失去了生命。所以在第一时间，像刚刚提到这个地震的部分，有机会的话呢，也是要到这个防灾教室去体验一下。只不过要怎么做预约的动作，还是我看到的都是比较多小朋友去体验，是不是？是，基本上呢，我们的预约就是只要你上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的一个网站，它有一个便民专区，里面的一般申办里面，你就可以做防灾教室的一个预约。那基本上它的预约时间是在平常日的周一到周五，那分上下两个梯次，早上是9:30到11:30，那下午是2:30到5:00之间。那建议预约人数大概是在15到50人左右，这样能确保有比较好的品质。哦，要在这个15到15人，所以有时候不是团体的话呢，其实可以用现在蛮流行哦，在网络上啦或脸书上面用揪团的方式，是只要凑到这个15人以上呢，就可以来跟这个消防局这边来做预约。那其中体验的项目是每一样都可以体验得到吗？是的，基本上呢，我们防灾教室会有一个维修时间，它是定在礼拜五的下午时间。那其他时间呢，基本上需要预约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所有设施都是能够免费的去体验参观。
是，那在这个体验的部分呢、啊，像大朋友跟小朋友哦，跟他们在说明的方式是不是也不一样？一开始呢，先让他们看这个电视，有点像卡通哦，了解一些这个插头啦，不能哦有这个插太多啦，延长线的部分，再慢慢的去做体验。但而且这个里面的消防员哦都讲得蛮仔细的，所以是不是在大人跟小朋友的部分讲解的方式会有一些不一样？是，基本上呢，我们教育大朋友，比如说像是小学六年级甚至以上的一些市民朋友，我们会比较着重在一个观念上的讲解，或者是 CPR 的教学，这类比较需要技术性而且需要力量的一个练习。那如果呢是幼稚园的小朋友的话，我们就比较着重在体验，比如说是地震屋啊，或者是浓烟体验等等，去让他们的感官去感受到，哎，这样子的遇到火灾的情况或是灾害情况，他们应该能够怎么做。是，尤其提到这个火灾哦，在台湾的这个发生率，其实不要说台湾，甚至全世界哦，都是居高不下，这个灾害发生蛮高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在这个防灾体验，我进去才知道有多么的可怕，因为是伸手不见五指，有时候说烟是比火还要可怕的，对不对？是，所以提到呢这个火灾的危险性哦，没有去体验到或者是经历过的，是真的不知道那样是什么样的感觉。所以现在呢，少君要先带观众朋友呢一起去到防灾教室里面的烟雾体验室。现在看电视一定觉得蒙蒙雾雾的，少君看起来有没有比较漂亮？没有啦，少君现在呢来到的是这个烟雾体验室。刚刚小朋友体验完，现在呢还有这种云雾缭绕、烟雾缭绕的感觉。不过这个真的很重要，当在家里呀、啊、发生这个火灾的时候，看到这个烟该怎么办？小队长，是，我们这来到这消防灾教室的这个烟雾体验室。那这一站主要是让小朋友可以这个体验说烟雾的恐怖，跟这个模拟火场里面烟雾的这个逃生的这个模拟实作。那如果我们在居家当中遇到火灾，希望大家可以记得两件事，第一个叫跪，一定要跪下来。那第二个就是拜。好，刚刚您提到，首先呢要先跪，再来是拜，就跟拜佛咒赶快呢。是，没错，嘿，那在跪跟拜的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定要手摸墙壁，因为你摸着墙壁呢，墙壁一定会接到门，这样才能找到逃生的出路。要是你在火场中、在浓烟中，这个忙乱，四处这个寻找目标的话，你会找不到。那手一定要摸着墙壁，它会带你找到逃生的出口。这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当这个烟啊在大的时候，你是根本看不到前方的，眼睛几乎失去作用，就必须要用你的手、你的触觉。那我是不是有机会到这个烟雾体验室里面去体验看看，当火灾真的发生的时候要怎么办？好，说你好。是，刚刚在影片看到啊，我们这个小队长他是特别有交代说呢，一定要是这个趴跪的姿势，而且手要先在这个前面，有点像拜佛啦。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说，那万一我们身陷在火场的时候，遇到浓烟的时候，应该是怎样的一个应变行为？那其实呢，我从100年开始服务到现在，我发现其实依经验来看，大部分呢在火场里面罹难的一些民众，通常都是因为吸入过多的烟所导致的。那为什么烟这么可怕呢？是因为烟本身就含有1000度以上的高温，那基本上你只要吸一口，你就会昏迷了。那又加上一些烟本身含有的毒性气体啊，还有一些昏迷的气体。所以火场中烟其实才是最可怕的，我们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阻绝烟的一个过程。哦，所以第一个哦，这个最重要的就是最好可以知道为什么燃烧，是因为煮东西啦，或者是电线走火之类的。像刚刚我们这个分队长提到的这个烟哦去燃烧，不同的状况我们吸入到体内，
所产生的反应也会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你第一时间看到就是白茫茫的一片啊，甚至你吸到才发现事情不对了，那第一时间我们要怎么去阻绝吸入太多的烟呢？所以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必须要宣导给各位市民朋友，也就是关门待房间。关门待房间这五个字，这个口诀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发现有浓烟的时候，第一时间你必须要把浓烟阻绝在门外。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我们的房间的构造的门都是木质的，那木质的话基本上它有初步阻绝烟的一个效果。那如果火烧的话呢，它基本上能够耐200到300度的一个高温。那基本上你把自己驱化在房间里面，那其实就足够时间让消防人员来救你。哦，是，所以这个口诀大家要再记起来哦，甚至写下来或常常念都可以。是，对，这个你再说一次，关门待房间。关门待房间，把门关起来，啊，就踮伫咧房间内底，就卖出去啊。第一时间就是先阻绝这个浓烟嘛，是你不要想说我要开门逃出去，有时候这个烟就这样子呛上来了，反而你连逃生的机会都没有。是不是有发生过这样的例子？可能有人想说我要先赶快拿这个湿毛巾啦来捂住我的口鼻，这样也是可以吗？像我们其实现在常常出去宣导有一个重点，就是大家或许之前既有的观念认为要躲厕所或者是找湿毛巾，但这些都其实是不对的行为。因为你去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等于缩短了你可用的一个逃生避难的一个时间。那像刚刚我们看到影片中的，为什么小队长有一个拜佛的一个姿势，那就是对，那就是说我们的房间或者是我们处于火场的情况里面的房间是没办法让我们做一个暂时避难的一个空间。那这时候你就必须冒着危险穿越那些浓浓的烟嘛。那这时候假设我们思考一个情境，如果烟在天花板的时候，那你就可以用最快的速度，不需要用拜佛的姿势，而是尽速离开火场。那小队长的姿势呢，也就是说假设今天烟已经沉降到距离地面了，那你必须要用拜佛的姿势呢，保持你的手在你的前方，这样子能够保护你的头，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你的手在前方的时候也可以摸地板啊，让你辨别方向啊，摸墙壁啊，那你就可以知道说，如果地板越来越热了，那你就是往火场的方向，那这样就是不对的方向。基本上呢，我们消防法有订定法规哦，在106年12月31日前，其实各个住宅场所都必须完成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一个装设。那为什么装设警报器是这么重要呢？或许大家可以思考看看，假设今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你如果呢是被叫醒的呢，是妈妈叫你的声音你会起来呢，还是妈妈煮东西的声音让你闻到你会起来？基本上应该是叫你的声音，或是闹钟叫你的声音嘛。那这点也说明了，其实人在睡眠当中他的听觉其实是最灵敏的，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要装设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原因。所以家里现在听到了没有，观众朋友，如果你家里呢有些他不一定住大楼，他如果住透天的话，或是一些平房，它是没有这个火灾警报器，是不是就应该要赶快去安装？要到哪边买，或者是它比较好取得安装呢？那基本上其实各大卖场都有在卖这个住宅用的火灾警报器。那这个警报器呢，主要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就是定温式，那第二种呢就是真烟式。那这两种呢，同样都是因为烟的浓度达到一定以上呢，它就会发出鸣动。那所以其实真烟式的探测器，我们是不建议把它放在一些深坑啊，或者是厨房，那这样可以避免误动作的一个发生。基本上我们住宅发生的火灾哦，第一名还是电器火灾居多，它占了45%。那第二名呢，就是烟蒂起火，它大概占了20%。那第三个呢，就是少君刚刚讲的，也就是说我们的主食不慎的火灾，它大概是占了10%左右。那其他可能是因为小孩玩火啦、纵火啊、神龛起火啊、瓦斯的燃烧啊等等这些造成的火灾。
是，所以刚刚提到的第一名是属于电器类，是，是，所以是不是这边也是在跟我们观众朋友宣导一下哦，这个电器的使用，因为现在真的太多电子产品了，它一下要充电啦，它一下要吹电扇啦，可能还就再插个这个吹风机，是不是就过于负荷了？基本上是的哈，像我们都会出去宣导的时候，建议民众在使用延长线的时候啊，他必须要注意，他是必须放在一个通风良好的地方，然后也不要有重物压住它。那基本上也是希望是让它摊平的方式，而不是用捆绑的方式。这样一来呢，就不会有灰尘蓄积。那蓄积的时候，有可能会导致机屋导电的情况。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避免说它捆绑的时候会有过负载。或者是说插座插很多的时候造成过负载机把热蓄积之后造成燃烧的情况。哇，这几点也是蛮重要的，因为有时候这个我们不想要让电线啊看起来很杂乱，有没有就藏在电视机或是角落啊，但久了就没有去清洁或是理它，久了就刚刚分队长讲到的会发生什么机屋导电。机屋导电是什么？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插座附近因为可能它堆积灰尘啊，或者是水汽等等，那两个插座的极之间可能就会因为水汽或者是那些细微的一些粉尘啊，或是灰尘，导致它有一个算是短路的一个情况。那如果附近又刚好有堆积物或是有可燃物，那它温度够高也蓄积，它就有可能引发火灾。所以在这个不知情的情况下，你根本没有想到会有这样情况发生，结果就发生火灾了。所以这是在排名第一类。那还有就是烟蒂，是不是？是。那烟蒂应该大部分是在户外吧？其实大部分的烟蒂火灾比较好发在我们住宅场所，都是在房间。有好几个案例是因为可能喝酒啊，或者是未注意，他在床上抽烟的时候，那可能烟蒂就刚好掉到床上。那这时候又因为本身床的那些组织是很好起火的，或者说旁边的沙发啊，或是堆积物等等，就造成起火一个现象。哇，所以这点要特别注意，尽量啦，还是绝对不要在这个室内来吸烟哦。好，这几点呢，都是跟观众朋友来做一个提醒哦。接着呢，我们要来听听我们这个立明大声公呢，是这个我那天去采访小朋友，他们体验完这个防灾教室的一些心得。我们来看这段立明大声公。我叫王青怡，今天我去体验那个烟雾室，很好玩，因为那里很黑。地震来的时候，我们要自己躲在桌子下。欢迎大家来玩。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廷熙，我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烟雾室，因为暗暗的，我学习到那个。火灾发生的时候，摸墙壁，趴在地板，才可以保护自己。请欢迎小朋友来这边体验。躲在墙壁跟椅子、桌子底下，就要保护自己。然后呢，拿东西在头上。大家好，我是叶梦辰，我最喜欢的是地震屋，因为那个很好玩，要躲在桌子下面，然后抓着桌角，停止的时候要拿东西放在头上去检查开关跟门，还有瓦斯。欢迎其他小朋友来这里体验。是刘学谦，我今天来到消防体验，我最喜欢玩的就是烟雾室，因为那里面都是烟，它可以摸来摸去，所以感觉很好玩。要跪着，然后慢慢摸墙壁，然后慢慢爬过去。欢迎其他小朋友来体验这个游戏，谢谢。是看到这些小朋友这样子回答，真的都要给他们掌声鼓励哦。因为呢，这个防灾教育真的要从小做起，有这个观念，当他们未来哦在遇到的时候呢，至少该知道怎么应变，不至于手足无措。
是，其实呢，我们最近我们在宣导的时候一直都在讲，火场的逃生、火场的应变、那火场的求生观念等等。那或许呢，我们忘了一个很非常重要的观念，是我们怎么样营造一个完全都没有火灾的一个环境。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能做到第一个不起火，第二个不堆积，第三个人离火系，并且装设住宅火灾警报器。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杜绝一切火灾发生一些根源。那即使火灾发生了呢，它也不至于延烧，或者是说我们在煮饭的时候，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们就记得把炉火关闭，那并且呢装设住宅用警报器，在你不经意的时候或者是没有注意的时候，它能够做一个提醒的动作，那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市民朋友真正的一个安全。是，今天呢真的很开心邀请到我们高雄市最美丽的消防员分队长哦，谢平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希望呢下次还有机会哦，来跟我们熊岁丽跟观众朋友呢分享各式各样的这个防灾技巧。谢谢，谢谢少君，谢谢观众。